Hello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呢，就是我们《铠甲勇士捕王》这个十月份即将推出的大电影，在这之前所推出的周边产品当中的《铠甲勇士捕王》进化版的这么一款玩具介绍。这个玩具的话，在八月份应该算是武将玩具来说比较受瞩目的一个玩具吧。当然，腰带和武器我也有入手。然后希望明天后天能够去给大家做视频，先把这个进化版的套装给大家做个介绍。因为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卡珀和战帅，所以呢这个盒子的峰会呢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捕王的话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造型要比卡珀和战帅帅很多。然后这边进化版捕王铠甲，这个背景是天安门啊，然后奥迪双钻的标志，2016年奥飞娱乐，侧面的是捕王，这个是麒麟，又像龙又像麒麟啊，麒不麒麟又不是像龙，非常坑爹我觉得。捕王背后就是一些简单造型的介绍。其实这一款捕王个人感觉的话也是有进步的地方，但是还是一如既往的坑爹。但是这么便宜的一款玩具100来块，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挺对得起它的这个定价的嘛，所以也不要求它做的有多好，你也不可能100元你想买一个类似于万代那种 SHF 的那种做工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侧面就是这么一个造型，这边打开是一个魔术贴，大家可以看，揭开之后可以看到它这边设计的真的非常霸气啊，这个而且背景是白色，我非常得我心啊。还有捕王，然后这边就是有点类似于 SIC 的那种，这么一个可以看到里面的玩具。好，我们来进行一个打开。这款我入手的价格是115包邮，全新。我去。